เตรียมพร้อมในการมาสอน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ถ้ามันจับจะต้องให้ดีมันก็คิดจะไม่จับที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คิดอ่ะแต่ในที่นี้เขาเองมาเก็บคิดจะไม่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นี่ยใส่ที่เราจะทำสิ่งนั้นแล้วเราต้องคิดไปจริงๆว่าเราได้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ได้ไปก่อคดีแม่แล้วจะไม่จบคิวคดีแม่จะยังต่อจะไม่จบคดีครับแต่ยังงอกีดะจิตเราอีกยังเราต้องให้คิวมาจบคดีแม่ก็มองจิตเราดิ้นงอถ่ายฟันเนี่ยจะงอวันฟันงอต้องการงอเห็นแต่จิตวิญญาณเขาจะไปสิ้นงอจากนั้นงอ去揾嗰個嗱，我妹妹嘅 Facebook 嗰度，偷偷地去睇啦，睇咗我見到係其他人都冇講係邊個，就佢同我妹妹都未識嘅呢個我哋嘅媽媽啦，叫做咩名就喺嗰度就我揾到，之前我都記得係佢嘅名，咁好多人都見到信，我都唔知其實見到信。講十幾歲啦，講十幾歲。因為佢都唔識字啦，話都唔識字，同埋佢都唔知幾時出世。佢都其實唔知我爸爸嘅幾時出世嘅。就我爸爸都佢自己決定佢幾時出世。因為阿媽就冇記錄咧，冇記低就唔知。就我哋我你覺得啦，佢都講十幾歲啦。我都少少想同大家分享，我阿嫲啊，就我一出世，我一記得嗰陣時就係阿嫲啦，湊我哋啦，我哋五個兄弟姊妹，而家係五個爸爸嘅哥哥嘅仔女，姊妹啦，佢五個，佢哋都五個，我哋都五個。仲有姑姐嘅仔女都系五個，就十五個都係連續去照顧我哋嘅。就係啦，我都欠佢好多嘢啦，因為我一世照顧佢啦，阿嫲照顧我哋。我細個陣時，我一記得係我可能我都冇嘢，唔知先係掛住玩。第二夜晚，之後做咗我七點到七點都冇眠親。我一記得就係阿嫲喺廚房嗰度煮飯，準備嗰個食早準備早餐啦。時都叫我嘅名，因為我仲瞓緊覺。起身，快啲起身！已經要七點，已經好早啦。我細嗰陣時，我仲記得係。其他爸爸其他都係5點5點半起身，去耕田啦，做呢啲嗰個農夫做嘅工作啦，就5點半6點都係最晏都係6點啦，就我就繼續翻就7點7點過咗7點先起身，我媽時時都叫佢嘅名起身，因為我係最大嘅仔啦，就我仲有。我兩個細嘅一個男女，就我叫佢哋起身啦，就而家叫我嘅名。咁呢個係有啲我細嗰陣時有啲記憶俾我哋嘅。但係阿嫲就有人話邊個最關心最愛我哋中間係邊個，就我就唔知。我哋對我哋十五個人係佢嘅。個個都係佢嘅書，變咗咧，佢冇呢個一個係最關心呢個人個關心個第二個都冇嘅，呢個就我所記得嘅嘢。咁最後我佢生生嘅係幾時咧？就我見到就我爸爸走嗰陣時就佢好傷心啦。因為佢嘅仔，佢嘅弟仔就我都唔知，我爸爸就好細，仲好細嗰陣，生嗰陣時，佢
你喺講嗰度走咗啦。誒，跟住你爸爸走咗嗰陣之後，我就好傷心。之後我嘅情況就差咗好多。佢已經跌咗之後，佢行唔到啦，已經跌咗好咁多，醫療都係唔係咁先進，所以我啊俾佢兩百對手咧，之後就係跌到零八，好似零八之前嘅跌到咧，之後就去盲噶啦，盲噶之後就一路都係喺牀度。哦，我爸爸走咗之後就爸爸就係2013年嚟走咗嘅，之後就佢嘅情況就一路慢慢喺跌啦。啊，就今年就覺得啊，前成個禮拜嘅我聽咗呢個信息就，我覺得啊都係去到。佢做咗佢應該做嘅嘢啦，因為我都可以多謝佢，因為而家我做緊呢個傳教工作都係第一佢接受咗呢個信仰啦，之後介紹俾可能我爸爸其他親戚嘅介紹俾我哋嘅呢個信仰嘅，我哋嘅信仰啦，就第一係我爸爸阿嫲係接受咗之後就我爸爸啦，就呢、這個。爸爸佢哋兩個細個就成我所記得嘅，佢哋話俾我哋知道，我哋細個就試驗啊，就我哋冇乜嘢擔啦，淨係臨做。但係咧佢之前傳教士，佢哋點嘢嗰陣時用禮經文嘅，佢都唔識揾都唔識。但係咧嗰個傳教士嗰日係講咗啲嘢嘅，我哋嗰度就邊個艾瑞拉，佢講艾瑞拉，奧爾蘭人嘅個傳教士，佢哋係邊啲嘅百步嘅傳教，就佢哋所講嘅之前嘅傳教士，佢哋做咗乜嘢？佢哋講嚟講嘅好困難，但係咧佢哋有犧牲自己佢哋嘅生活啦、生命啦過嚟我哋度做，呢啲就全部。疑問就咧，我哋冇咩控制啦，但係咧聽到呢啲阿嫲啊，佢所我講話俾我哋知嘅呢啲傳教點樣生活，其實好短時間但係佢哋所見到嘅係話俾我哋知啊，呢個輪到我都係第一，我都要上去傳教啦第二個地方，但係我嘅。我想所想去的地方就是不是其他呢度香港啦，都是呢度附近啦，是雲南那邊的就咧，我聽到咗阿嫲所講的有啲我哋嘅經婆族啦，係緬甸那邊都有啦，有啲就是雲南那邊的就佢哋阿嫲所講的呢啲傳教士，之後我哋個經婆族我哋嘅。人啦，過去雲南嗰邊住嘅，就由呢啲就令到我都係想去一日，我都去做呢個傳教士啦，傳教工作就為咗呢個神聖啦。可能天主嘅計劃都係有透過阿嫲有啲話俾我哋我知啦，你都可以做呢個傳教工作啦。就最後。我都係決定咗，因為同你哋一齊喺呢度啦。就我都好想多謝阿嫲，尤其是第一係佢照顧我哋啦，第二我哋最重要嘅係呢個信仰，傳俾我哋啦。我哋全家都係我哋都係舊友啦。而家阿嫲媽媽就係基督嗰個天主教之前係基督教，但係我爸爸結咗婚之後就係。接受咗嗰個天主教嘅嗰個信仰啦，就全家都係我哋天主教啦。咁我哋福音裏面所講嘅嘢啦，如果我哋相信耶穌嘅話咧，會有福。呢樣嘢都係呢個福音啦。點解我哋今晚喺呢度我過嚟為我嘅媽媽阿嫲啦？同埋其他我哋每次我哋紀念我哋嘅親戚祖先都係相信。
信嘅，即系耶稣嘅福音，系个别会有生命嘅，系呢样嘢。因为点解我哋为我哋嘅祖先王者祈祷系，因为我哋相信，因为个别仲有我哋一齐会见面喺天主嘅面前，一齐会永远嘅生命。由我哋相信呢樣嘢，所以我哋講今晚呢度啦，一齊嚟我哋嘅祖先祈禱。所以有啲人話我聽過啦，有啲人就唔相信啦。死咗之後就我哋唔使喺度祈禱，其實都唔係嘅，因為我哋相信，我哋過嚟呢度為佢哋祈禱，因為我哋相信。如果我哋唔相信，就唔使祈禱為佢哋。咁我哋相信呢樣嘢，所以。他都希望他们过去那边，如果他们已经在天主里，就他们都为我们祈祷。我们的这个死亡是不会断了我们的磨难的，更加这个死亡给我们意思，因为没有死亡的怎样复活，所以这个死亡是因为有复活，所以这个死亡是更加嘅加強我哋嘅信仰，因為我哋相信耶穌。好似馬爾蒂同耶穌所講，如果你相信，就你會見到復活，係一定要我哋相信呢樣嘢，所以我哋繼續嚟神當中為我哋嘅唔止我阿嫲啦，都係其他我哋嘅祖先，我哋過去嘅我哋嘅親戚為佢哋祈禱。